老师，我可做不一摆代志哩。你也希望靠我这个二家小啦，让你以后好日子通过，那呢，你若莫一讲到我变头前，讲恁是我的亲生爸母，我的妈妈是屈玉英，不是方阿姨，安尼你知无啦？我知啦，你头摆拢讲你知啊，唔过你根本拢无你照我意思去做啊。 你上好记好清楚，方阿姨虽然是生我啦，不过我绝对袂当介绍你。我若是介绍你，我下就来亲像李俊豪安尼，恐怕要跟我阿妈关出来，安尼你有清楚无？哎呦，俊杰啊，其实哦，若是无我人伫的时阵，我就想要听你叫我一声爸爸的，唔是叫我老徐啦。我若是知影哦。 你甲安康是上小的兄弟，伊嘛甲我同款，一直想要听到你叫伊一声妈妈的啦。我。 你拄才讲的是不是真实？你讲，俊杰是我的囡仔，伊甲安康是相识啊？这到底是安怎？我一直拢无去做产检，所以我拢唔知影我家己生的是相识啊。这个是安康。 另外一个是你最近，你伫个心爱妇产科出事的对无？我看你无因为，都表示你承认了。 迄个时阵，太太嘛伫遐生囡仔，因为伊需要一个大伯，所以就甲我的双生仔偷跑走一个，对无？不是，我嘛生十个，根本都无需要去偷跑你囡仔。哪天你甲我讲，是安怎你个安家生得一模一样，而且在这里多吼，恁两个人拢伫一天一天出事。 太太，那种一定有伊的苦衷的啦。无怪，无怪，伊会对咱一家伙也这么好。原来，原来都是因为伊心病。太太哦，一定就是讲咱拢唔知影，所以一直伫咧美无人。阿妹，我知影你即摆心情足复杂，唔过拄则医生有讲。 你即摆状况无好，一定要好好休困，唔通伤过激动。啊，若袂中风，拜托，你等你病房休困好无？我无法度休困，我本来坐太太无清楚，是安怎会做这么了不起的代志，甲我囡仔逃跑走？若不是因为伊做这样代志，你敢会讲两个咯？袂互相怨，互相伤害。